晚时分飞过天际，这是台湾狐蝠，是农委会公告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动物之一，其中以栖息在花莲县的族群数量最多。台湾狐蝠的特色就是颈部围绕金黄色或是乳白色的短毛，平时以果实为食物，又称为果蝠，是台湾体型最大的蝙蝠，全台湾估计大约200只左右，分布在宜兰龟山岛、台东绿岛以及花莲三个地区。而花莲金华桥紧邻美仑溪出海口，是当地观光景点，原本规划的夜间光雕照明就怕影响到台湾狐蝠的栖息地，所以紧急喊卡。一些工程里面都能够配合当地的物种还有一些栖息的状况来做配合的方式来做相关的施工。将来花莲市府将以不打灯不干扰的方式降低生态影响，并提高市民保育观念，打造台湾狐蝠友善城市。华视新闻彭春荣、张义军、陈建安花莲采访报道。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